刚起床，这个是干嘛的？新角色吗？好吧，先除职了。好，除职完了。后来才发现，原来那个是造型啊，根本不是角色啊。太久没上线，真是对不起荒野乱斗的朋友们。虽然也没多少观众在看我的荒野乱斗，但是今天出了这个新角色，免费的艾德加，我们肯定要取得这只史诗英雄。好，接下来我又注意到，原来还有一只新的角色，但我们先来买一下普利莫的装扮，原子摔角手，这个拜伦到底厉不厉害呢？好，我们试打一下，看起来还好哦，有一点像宝利是不是？今天直接使用新的角色来打一场新手之间的3打3足球赛，看看狂人是不是已经退化了呢？好，太久没上了，马上开始乱斗足球。后院球场来了，史上最强游戏狂人，看好喽！这角色，所以要来试一下。好，哎呀，怎么那么痛啊？哇，这只角色要跟那个拿棒球棍的那只角色有没有？太久没上了，忘记名字了。哦，拿着棒球棍的女魔头一样，你要边打要边往后走。哎呀喂呀，又躺啦！好，我记住你了。看好了，我要进攻了，不开玩笑，不跟你们开玩笑，看好了。好，小心点。哎呀，哎呀。好，杀了一个，往前准备射门了。哎呦，好看有没有机会？嘿呀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又躺了。短短的20秒，哎，短短的40秒哦，躺了3次。没关系，我们再来。怎么跟这个日本人跟韩国人组队啊？哦，两个都很雷啊，这个国家都非常雷，会不会玩啊？好，打起来！哎呀，怎么不快点过去？我们又失去了防守机会了，哦，失去进攻机会了，回防回防。哎，你看这个日本人啊，好，快跑快跑，好，跳过去！哎呀，来不及，再一次！哎呦，哎，又躺了。比赛剩下最后的1分钟了，究竟谁赢谁输呢？这个时候对手很快的过来，哎呀，一个跳跃，哎呦，哎呀喂呀，哇，1-0落后了，哦，还对我比一个倒战，好啊，你再倒没关系，哎，他们在干嘛？放空了，这一次应该可以了，好，勉强得分，1-1，比赛最后30秒，若没有再进球，就是平局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对手来势汹汹，哎呀，又死啦！好，这个日本人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哦，不过他终究是日本人。最后16秒、15秒，好，你想干嘛？杀他！我们先在这边等一下。好，可以了，来了！哎呀喂呀！好，看来到了延长赛了，加时赛，你们看好喽！狂人是不是宝刀未老呢？绝杀是不是要来了呢？倒数计时，3秒钟、2秒钟、1秒钟。哎呀，哎，我的球！好，得分，比赛结束了。本场比赛游戏狂人 MVP。我们下一期再见了，各位荒野乱斗的朋友们，大家午安。